蛮好的武术的话，你要有两，至少有两三句话概括，不然的话就是不知所云的武术。我讲柔道，你想到什么？摔，没错，对，就这么简单，没错，就拿来摔人嘛。拳击就是他两三句可以总结的武术，就是一个好武术，因为他有目的性，就是他很直接就让人家知道说我要学什么。你要学这个吗？你要学八卦掌吗？你要学形意拳吗？你不知道他在干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吗？看不懂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就是差别。要来冲阿小吗？不知道。八卦掌很简单，第一个绕圈圈。我现在讲的是，就是我不用专业，尽量不用专业术语。不讲专业术语的话，很简单，它就是绕圈圈，然后套圈圈，它有三个圈圈的。外加拳很简单，你可以把它想成你手上拿一个钉子跟一个锤子，啊，就是说。你到这边的时候，你就锤进去就好了。就是说，你找一个点就锤进去。那内家拳的话，你要把它想成一个螺丝钉，然后跟那个国外法有没有？它可以转进去。你要懂那个意思吗？那它有三个圈圈，小圈圈，小圈圈就是小螺旋啊，就是这种东西，小螺旋，抓着这种小螺旋。小螺旋的话，有没有？因为圈圈要套在他身上，不是说我包括我要这样子套着他，你要套在他身上。比如说他抓着你，有没有？这种叫小螺旋，哦，这种叫小螺旋。然后那种中螺旋，中螺旋的意思就是绕在外面滚，我们叫滚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一根棍子这样滚过去。对吗？就滚进去，这种滚进去，两只手，抱，对吗？这种，就是我可以这样子滚进去，啊，我可以这样子滚进去。然后第三个就是大螺旋，大螺旋就要走动，我就绕着它。看啊，你看，踏展看不懂，对不对？这个拉过来，哦，哦，哦，你就看得懂。因为什么？它这个角度，这样拉，它会冲过来抱，它就会冲过来抱你，所以你都做不了。但是你看啊。你在拉的过程中切角度，它会不会不稳？所以说它在不稳的时候再加力，懂意思？哦，所以为什么是这样？有没有？大的踏着，那套圈圈，你说这边可以套，那这边可以套，就说你会的话，这边也可以套，懂意思吗？我懂。会啊，这边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不用手了，有没有？就是说，我不会站在这边的，我就拉他的不好的角度，哦，
投方四十五度角，但是重点就是你在套的时候，它现在不动，它到时候动的时候会有闪失，要套的时候会有闪失，所以说你在套圈圈的过程当中，要随着它的位置。我们平常这样，哦，这种就进去了，那挡都没办法挡，所以说你要想办法去卡死。就是我在这边的时候，你手上这种东西就会卡死，那我就会转下面，没办法，这个就转进去了。这个就会起来，对吧？就是会，哦，到时候就会摔，意思是这样。所以说八卦掌其实如果解释清楚的话，你就很会，就比较会看。还有是小圈圈，这种小螺旋有没有？然后中螺旋加大螺旋，就把你弄得歪来歪去。所以它目的很简单，就是把你弄得歪来歪去。因为你这个也是套，我到这边，我下穿这个也是套啊，对吗？这个也是套，这个，我这个也是套，因为到时候就变摔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套哪里？就是它会有手型，有没有？你学越多就越多手型，那它在套的时候呢，你就把那些手型套进去就好，不管是前面是拳头还是后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洗衣拳。里面比较接近那种比较暴力一点的，就是形意拳很多。但是你要从外家拳进内家拳的话，外家拳进内家拳的话，你要经过形意拳，因为形意拳它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半步，然后小圈圈，它是从小圈圈开始，就是手的螺旋这边，它主要是起砖落翻的，这个起砖。落翻有没有？都是起是钻，落是翻。但是你回去看，你就知道说，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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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转这个，转这个，还是转这个，搓这个，所以说它会比较简单。来看到，嘣嘣嘣嘣，就进去了，嘣嘣嘣，三个，崩拳嘛，有没有看过崩拳？对不对？劈拳啊，转拳啊，后拳啊，就是这样，棒棒棒。它是身体进去，所以它不是像那种，咚咚咚，棒劈，嘣嘣嘣嘣，扭身去打的。它是半步的，没有。就是说我进去的时候，我是身体进去的，所以说你在打的时候，它整个身体会进去。这样，棒。它力量从这边出来，就看得很简单，就解释起来其实很简单，半步劈砖崩炮，刚才那个是崩拳，这个，刚才这个是崩拳，啊，还有这个炮拳，然后有横拳、劈拳，劈就是一直就是往下劈的，那叫劈拳，所以。内家拳来讲的话，它是入门是在你要看得懂螺旋，哦，你要看得懂螺旋的意义，你不要就只 focus 在那个打打打，或者是说我要怎么打它，我要怎么打它，我要怎么打它，哦，那个是外家拳的事情，内家拳就是说我往内研究，说这个。圈圈可以怎么用？